这子娇大哥可是一个超级达人呢、啊，没有啊，而且一身集多种才华于一体，真的。那今天对不对？今天来到这里，这样子，子娇大哥，简单的一个小任务交给你，你是主持人嘛？这大家都知道，就来到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，你就主持一个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2010年的一个跨年晚会。哦，跨年晚会就是一个很简单，你是主持人，我是主持人。但是呢，很抱歉，今天啊，我们这个人员比较少，导演。忘了来了，对对对，所以你要先导演，我自己还要做导演。剧务报告一下，剧务拉肚子了。对，那个现场导演还要热场，啊，对，还要热场。摄像，六个摄像，还要自己拍自己，知道吧？啊，其实今天我们的演员忘了来了。哦，演员，你要演演员，我们的歌手呢也忘了，你要演一下歌手。嘉宾也都没来，对，我们的灯光。也忘记来了，哎，灯光来了，灯光在这儿呢，你看看锃亮。这灯光，哎呦我的，啊，你说吧，这什么灯啊？我这是200度大灯泡，200度。你有什么功能吗？啊，你需要这个亮度，我需要像那种会转的。嗯，这属于电脑灯啊，电脑灯。我们只能要这个要这个。追光，追光，好，灯光有了，只有灯光。所有于一生只能以一个人来完成，都我自己来，都你一个人来。我是导演的、热场的、主持的、唱歌的跟表演的，表演的都是你。对，我是哪里有得罪你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要给我？没有，我像个水缸一样。那你们也要适时的帮忙一下嘛，好吧？那我们能帮上什么呢？一个晚会的开始呢，应该要有个布幕。哦，卖布，好吧，你们就演。这个没问题，这个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演演布幕。我们一拉开，您就出来。对，我们先试一下啊。好的，我们倒计时5秒，这个布幕要拉开哈。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拉开。哎，往哪儿了？哎，回来。啊。布幕吗？是啊。说起一个刷你过去，有看过这种布幕吗？还有一个布幕在说往哪儿啊？不是，那你想要什么？还有一个布幕往前走呢。你有没有看过？哎，江大哥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布幕？我没想。布幕有哪几种啊？对，你说要布幕往那边的，对，往那边的，往左面的，还有这个从中间拉开。我要高档一点的，高档一点的，往上的，往。待会我五秒钟，我们往上。哎呀，往上啊！往上还行呢，没告诉咱往下呢，还得挖坑。你看，好了，这样好了，三个左右。啊，两边。来，他坐哪边的呀？他一个人就这样。来，靠过来。一个人一边。好，我先热场，你们现在是布幕。好。哎，各位现场的乡亲父老，大家好。啊，保持这个热度啊！今晚的这个热场呢，啊，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待会儿呢，我们众星云集，来自各地很有特色的一些艺人呢，会依次登场。你们待会儿一定要保持这个热情，最主要是待会儿呢，倒计时之后呢，5、4、3、2、1，布幕一开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喊一声新年快乐，好吧？很简单，我们试一次啊，5、4、3、1。不错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就好了，可以，还没开始，我在热场而已啊，热场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喊呢？我刚刚看他没喊，你一个人喊一次，5、4、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你怎么喊生日快乐啊？新年快乐！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，来，布幕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哪有布幕会讲话的？准备了啊，导演交给你了。我是导演的哈，哈，准备了哈。倒计时5秒，5、4、3、2、1。大家新年快乐吗？欢迎来到辽宁卫视2010年跨年晚会，今天晚上呢是众星云集，我们现场还有贵宾席，好多粉丝啊，你们好。待会呢，我们众家艺人出场的时候，大家都要给热烈的掌声。哎呀，首先就来了一个唱歌很有特色的，由于含了两颗蛋在嘴巴里的，大家不知道唱什么的，张宇先生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天注定要落下。欢迎这位呢，是唱歌有点谢谢人啊，唱歌有点见人的时候就下巴先见人的啊，然后呢，在唱歌的时候鼻音特别重，然后呢，左脚特别酸，欢迎周华健。
去春回来，爱花谢花回来，爱爱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画下你的心海。谢谢周华健，谢谢谢谢。接下来这位不得了了，那下巴抬得比谁都高，讲话轻声细语的，不知道是男是女的。本来不是挺火的，后来跟周杰伦合唱之后，整个人就火起来了。费玉清先生，各位先生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、啊、再见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你看我们今晚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节目。接下来这位粉丝们一定会尖叫，要欢迎的是郭富城。